南韓歲月號海難事件發生至今都有10日啦，而南韓演藝界對於海難除咗關心之外咧，更加有錢出錢噶。好似日前旋風集港嘅導演尊師金秀賢啊，就捐出咗3億won俾京畿道鞍山潭元高中，而表示慰問噶。而擁有旗下歌手同組合包括 Big Bang、2NE1 同 Psy 嘅韓國 YG 事務所都對海難事件非常之關注噶。近日社長楊賢石就決定以個人名義捐出5億won俾遇難家屬。佢話：作為父母睇到歲月號嘅慘劇，感到非常之悲痛，而每次睇到新聞咧都會流眼淚噶。而至於人氣女團 Missy 嘅主將秀智都向社會福利機構低調捐出5000萬won，協助遇難家屬渡過難關噶。咁引用道明尊师嘅说话，希望一班死难者家属喺收到呢啲捐款之后咧，可以尽快回复正常嘅生活啦。